啦，不是放给我听不听的问题，我根本就没有凶你，你凭什么一直在凶我？你第一句话就凶了，还没有？没有，我什么时候凶你了？你啊、我是觉得你讲话非常不客气，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凶。啊，你台大毕业的，所以咧，我没有歧视你，我也没有不尊重你，我只是问你说，你为什么刹车一直乱踩？你要去板桥火车站，你要去高铁，对，对哦，我要去板桥高铁站，你要去板桥高铁站，你刚才车站变证书要说话的要怎样要怎样？我刚刚有凶吗？这句话跟去板桥，我刚刚有凶吗？我们没有这样讲司机先生，我们没有凶你好吗？我们哪有这样讲？你三秒钟前就这样讲啦，你不是有录音吗？那你倒出来听好了，我们路边听好了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路边，你现在路边听，我现在就好好看你前照算没有关系，话讲一讲都不全的，我前跟你照算没关系，你现在倒带。你现在都在，我回不了台中，我都没关系。你怎么会这样？你在笑什么、啊？安全第一啊！我们当然在、欸啊，所以我叫你路边停啊！你要不要路边停倒带一下？我刚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凶你，刚从头到尾都是你先凶我的，好不好？要停也要警察的面前停啊！走走走，好来，我们下去警察局，我们去警察局，我们现在就去警察局，我们去警察局，我们现在去警察局，快点，现在就去，我们叫警察来看一下 VCR， 我们看一下啊，你不是有录影吗？我们来看一下、啊，录音都有啦。好，那太好了，赶快去警察局，你现在就去，你现在就去警察局，我现在要去警察局，我现在要去警察局，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去高铁站了，我现在要去警察局，我现在就是要去警察局。我请问你啊，我请问你啊，好，你请问，啊，你上车第一句话，你给我凶什么啊？我没有凶你，我只是问你说，哎呀，司机你怎么刹车这样子一直踩？啊、你叫我不要歧视司机，什么国民党，什么民进党的，我根本就没有。民进党，我们根本跟他这个话题是你先提的。我们什么事、啊？我不想听。我跟你说好了，我不想听，你就开始在凶我。你说你先不要跟我讲，现在去警察局，现在就去警察局。你现在说不要讲。好，我现在要去警察局，我现在要去警察局，好不好？你现在开到警察局，你放你的录音跟录影档给我看，麻烦一下好不好？我现在就要去警察局。我一路在找警察局啊，我现在就在找了。好，你赶快，你 Google 这附近哪里有警察局？我现在就要去警察局。如果等一下录音档哈，你骗我说你没有录哈。你等一下就知道哦，我会很生气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被你这样子凶。你第一句话就得过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等一下去警察局的时候，你放给我看，好不好？我如果凶你，我第一句话我如果就凶你的话，我跟你讲对不起。如果等一下是你先凶我的话，你跟我讲对不起。别跟你对不起的，你得过你就搞派啊。好嘛，等一下放录音档嘛，等一下放嘛。我都不爱等去啊。我真的跟他呛，五分钟就到了。呛毙啊！进出安怎安怎安怎？你头前讲一大堆。啊！你讲你台大毕业呢？你是你讲呛你台大毕业，我好笑。好，过来啊！你过来啊！你讲你是你自己先讲的呢、欸。你过来啊！来来来，等你放录音带、欸。你过来啊！讲的呢，我来。等一下，文化路一段，文化路一段，警察局，警察局，文化路一段，警察局，现在去找警察局。过来啊！啊，够好，去警察局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去警察局讲，可以吗？凶一凶，然后又说没有。好，那如果等一下是你凶的话，你跟我讲对不起啦。你要这样子搞到大家都不愉快，没有关系啊。我们也要跟你不愉快啦。好，现在去警察局，现在去警察局。现在去什么路？啊，还有四分钟就到了。然后向左转。等一下，前面。这什么路？向左转，然后向右转。等一下，前面左转，好。向右转，向右转，先去左，等一下这里左转啊，这里不对，这里左转哈。你等下讲左转，等下讲右转，你们两个，好，没关系，你们两个一会儿说左转。
一会儿说右转。我们不是本地人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说前面左转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对不起？现在这里左转，现在这里左转，现在这里左转。你为什么现在不左转？我现在叫你左转，你为什么不左转？你要不要讲对不起啊？你怎么这么莫名其妙啊？你怎么随我讲话？我说你讲话不行吗？你这样子跟我讲话，你觉得你这样子做对吗？前面就有警察局，前面这里右转。嗯，到都要左转啊，这个变右转。你前面没有左转啊，你刚刚就是没有左转好吗？现在这里左转。哦，到都要右转啊，这么个左转。你就超过了啊？谁叫你要超过？你超过了要怎么转？当然要转啊，变左转。啊，慧威啊，啊你有敲鬼啊？我跟哪一个慧威？啊、你用之遣词也不要这么不礼貌吧？是你先不礼貌的哦。你写错啥啦？县民大道二段，麻烦左转，谢谢。县民大道二段左转。左转。这里要左转，我这边要左转。我现在这里要左转啊，县民大道这里要左转，来快点左转，这里县民大道这边，麻烦你专心开车好吗？我说我要左转，这里要左转，这里左转，板桥火车站到哈，叫警察过来啦。哦，你就去警察局嘛，这里要左转啊。你害我都巧，你知不知？你差点害我，你害司机成开的，害我好不好？开的，哈！你叫警察过来。我现在要叫你带我们去警察局啊！哎、欸，你跟你叫警察来。好，你再往再直走，再直走嘛，你再继续直走。来加板桥火车站，叫警察过来。我们是要去高铁站。叫的是高铁。我叫叫警察来，快点要给我叫，我来叫。